塔，古塔下一代不是荷兰。和平通过。
刚刚抖了一下，传收配封任务解除。
中原且深厚的原住民艺术，是最有价值的人文宝藏，吸引许多海内外游客可以来到这里亲自体验原住民文化及生活美学。抵达花莲前，别忘了带些平常会去麻薯、花莲薯、花莲芋、大家等等，可是花莲最料理的风味呢。上回环岛之行中，夜车为你做的导览。Thank you.